大家好，今天用粉丝搭配豆腐皮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将粉丝用开水浸泡十分钟，豆腐皮切成丝，洗净的菠菜切一下，切点葱花、姜片，干辣椒切碎，加点火锅底料和花椒待用，大蒜拍碎，然后切成末，准备点香菜，锅中烧开水，放豆腐皮焯水一遍，去除多腥味。两分钟后捞出待用，起锅上油，爆准备好的配料炒香，加入一勺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加入适量的清水、食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生抽，加入豆腐皮、粉丝、菠菜，用筷子翻拌一下，转大火煮开，大约五分钟后即可关火中锅装盘。放上蒜末、芝麻，浇上热油，一道美味的麻辣豆腐皮粉丝就做好了，吃起来色香味俱全，麻辣爽口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跟着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